怎么样？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，过一个开开心心平常人的一天，没有休息，没有恩怨，更没有什么争权夺利。你怎么能就这样抛下我？你难道不知道我还想和你一起过很多很多个这样的日子？小五，赵哥，我觉得就因为他还活着，我能感受到。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，但是我们要打起精神，才可以回去救他。你一定要快点振作起来，好不好？传说中的穆县长，你不是犯了什么罪，就这么被随意处置，如何叫人信服？话可不要乱说，这军武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军武学院里的所有人士都消失了，这天下怕是要易主了。学院有多大仇？快别说，知道吗？不太平，整个学院的人都赶紧回家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。行了，我们知道你要说什么。高圣后要公开处刑穆仙长，明日便是最后一天了。你想让我们跟你一起救他出来是吧？别做梦了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们也想救他，但这根本就是飞蛾扑火，自寻死路。诸位，你们能不能听凤舞把话说完？凤舞，你有真心为我们考虑过吗？再这样顽抗下去的话，我们将是什么后果？你关心过吗？是啊，是穆仙长牺牲了自己的安危才保全了大家，而且如果不是凤舞带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早就被高圣后抓走了。他说的对，他与左神女在明影镜中的情况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吧。我们也不想任人宰割。再说了，就算要反击，你个来历不明的人里头算什么？错是啊，说的是啊，说的有道理，他凭什么？大家安静片刻。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但可否也听我说两句？是，我是不属于这里。起初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很郁闷。为什么我要承受本不该我承受的苦难，面对本不该我面对的艰辛？我承认，我一开始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唤醒我的师父穆九重，让他告诉我答案。但我遇到了你们，一切就悄悄地改变了。什么灵力修为，什么前院大陆的兴衰破败，守护百姓的责任，这一切原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喜欢做做美食，摆弄药材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但正是因为遇见了你们，我有了朋友，有了家人，甚至有了心爱的人，有了对这里的热爱和珍惜。你们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，为什么要去抵抗？因为我是发自真心的喜欢这里。我相信这一切你们应该比我更加感同身受吧。
为了不再失去我们的同窗、好友、关爱之人，所以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凝聚自己的力量，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你们自己，守护这本该存在的美好，守护我们的学院和我们共同珍惜的家园。小五，我跟你去。我也去。我跟你去。我们也去。我们也去。我们也去。还有我。风雪，你怎么来了？玄小二给我传了密信，我知道你们在这儿，我就过来了。这种凑热闹打架的事儿，怎么能少了我呢？找到什么线索了吗？没关系，高胜后定以为我们人生不敢正面出击，我们偏偏反其道而行，趁天亮前突袭君武神殿，誓死一战，除魔卫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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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放心吧，我知道你关心君老大，但我相信凤舞的感应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玄一，你可知道此次我去蓬莱阁遇到了谁？碧落宫公主，她是来找老阁主的，等她走后，老阁主才告诉我，朝歌之所以灵力受阻，其实不全是天赋限制。什么意思？在朝歌的身体里藏着一样至宝，赤丹神珠，正是它阻碍了朝歌的灵力提升，让他的修为一直慢于常人。赤丹神珠？赤丹神珠是上古遗留下来的至宝，一旦爆发便可使灵力剧增，但是只要神珠离体，肉身就会陨灭，无法两全。风雪，你要答应我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赵哥。所以我才找你悄悄说。碧落宫公主为了不让旁人发现异样，才送她来了元都，这些年也一直在外求医寻药，多次找老阁主商议方法，想让神珠离体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沈小二，朝歌他这样，等这件事情了结，我会陪着朝歌去寻找破解之法，无论如何我都会一直陪着他，护他周全。大晚上的，巡逻的人都去哪儿了？暗夜幽亭那帮家伙果然还是上不了台面，连最基础的守备都做成这样。
之前从凤家抓来的那个女人关哪儿了？把她给我带过来。是。你在这睡什么觉？怎么了？外面都在传你死了，你知道凤舞听了有多难受吗？凤凰真心，我找到了，但被魔尊发现了。凤凰真心在哪儿？我将它封印在密室的墙壁中，你去找到它，将它交给凤舞。只有这样，凤舞才有机会与魔尊和圣后一战。我先救你，别管我。去吧，凤凰。你要是死了，凤舞就得难过一辈子。我先叫你出去，剩下的话自己去跟凤舞说。你疯了吧？现在这样，我们谁都出不去。别废话，快走吧。来人呐，有人劫狱！不好，你快走。暗夜幽亭的隐士丸。你可以在墙壁地下隐藏一个时辰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把凤凰真血交给凤凰。你可千万别死了，不然我以后找谁打架？东西留下，我便饶你一命。何故如此喧哗？圣后，凤舞带着军武学院的残部杀过来了。什么？我不去找他，他反而有胆子来找我。走。
高胜后。你胆子不小啊，竟敢夜袭神殿，不愧是穆九州的好徒弟。但是今天就到此为止了，你们谁也别想出去。凤舞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的叶儿才落得如此的境地。要是没有你，玉明叶的人生远比现在幸福快乐得多。你根本不配为人父。还是这片大陆的主宰，想杀我你还嫩了点。穆县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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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走，我带你出去。别，别管我了，你自己可以逃出去的。穆县长，
一定，一定是凤舞带人来救我们了。我们走吧。凤舞，凤舞他一个人，怎么斗得过魔尊和高圣后啊？如今之计，只有这样了。啊，店长，你这是？要为凤舞争取时间。他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是时候我为他做点什么了。庄哥，你想干什么？赤胆深处。你怎么知道？庄哥，冷静一点。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，徐老大的绝情谷我们不是也解了吗？周哥，周哥，小雨哥哥，能遇到你真是太开心了。不要，小五，你一定要赢。赵哥，你要做什么？赵哥，赵哥，乾元子力，浩劫千重，赤胆深处。小逸哥哥，周哥，如果这就是你的宿命，我也陪着你。Thank you.
问我，放下剑，束手就擒。娘，不然我就杀了你娘。凤舞，不要管我。高威，娘，凤舞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冯玄，快带我娘走。好。不要，凤舞，娘不能丢下你。你放心，快走。不，走吧，夫人，走，走。凤舞。君临渊。君临渊，是你赢了，看来这就是天命，我没办法扭转乾坤。那你又是何苦呢？倘若当年穆九州没有因为修行狠心拒绝我，倘若当年我没有嫁进这君武神殿，倘若这世上没有这么多倘若，如今连你也离我而去，这么多年我没有应承过你什么，跟你走。
了呢？凭什么到最后就只有我成了孤家寡人了？你说玄小二，我哪儿比他差呀？他都有了朝歌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花真漂亮，哪儿买的呀？我正愁凤舞新婚，我不知道送什么，那就送花得了。哎，但这花会不会太俗气，不配我的身份？哎，你们说送什么东西好？哎，崔老大，他们怎么走了呀？你别抱怨了，以后少说几句话，自然就会有喜欢你的姑娘来找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说就你麻烦，遇见不好吗？偏偏还要按照凡人的规矩。还有玉米也真是，说好了一起来迎亲，现在人都没来，估计啊是先跑到凤家找凤舞玩去了。小五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你到时候也会那么美。玄小二，你不去接亲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玄小二也是你叫的吗？接亲有风玄就够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也算半个娘家人了，对吧？好了，这都要多亏了穆仙长，用龙凤灵戒将我们的元魂保住。再加上小五跟君殿下一直在费尽心思替我们找仙草灵药，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，我们一定替你们好好张罗。知道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迎来我们的大日子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就别在这看热闹了，出去等着吧。知道了，那我们去门口帮你看看接新娘子的人来没来。走吧。这一眨眼，我们小凤舞都嫁人了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呀。娘，娘，娘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你，娘亲，夫人，这样大喜的日子，我们应该为小姐高兴才是啊。高兴，娘不哭，娘不哭，娘，来，我们给凤舞盖上盖头。
娘亲，秋玲，师傅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要不去大厅坐坐？马上接亲的队伍就要来了。凤舞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这就是我第二人生的故事。不要在意故事的结局是什么，最重要的永远是我们经历过、成长过、爱过。最初到最后的。